首先打开切割头的保护帽，然后再打开光纤的保护帽。然后最长的这个缝和这个红点对齐，这条缝和这个红点对齐，然后缓缓插入。插入之后顺时针旋转，旋转到头，然后向下，这是一级锁扣，向下一拉，定往上，不对，对，往上，往上一提，锁死，向顺时针继续旋转，把它锁死，光纤安装完毕。安装自动调焦的线，这个补个配的。将口对口，对号入座。这里有个卡扣，对应插入，上紧即可。调光器的线，这是调光器的线，有个螺母卡槽，对应卡槽插入，螺母上紧，上紧即可。气管，氮气氧气管。插入即可，插紧，防止漏气，使劲插紧即可。我插住，好，插住就先行你上吧。来，水管，这个吗？都行。不是这个的吧？那你弄块胆子。都行。将 QBH 螺母拆掉，QBH 的水管螺母拆掉，怼在水管上，插入，螺母上紧即可，一定要上紧，防止漏水。将另一个水管插入，这个次序没有要求是吧？次序的话，详细的到时候给那个图，不同的切割图啊，水管的，就是这哦，水管了，这个接这个，这个接这个啊，对啊，这不接了一个了啊，不是进来这个，进这个，这个进这个，这个进这个，然后从这出来，这个上啊。对，打过来，然后对，然后形成循环嘛。不同的它不一样是吧？对，就是目的是让这个水在切割头里边循环，充分循环起来。你要换个头子，啊，这个头子是这样接法。哦，你换个头子又不一样了。将五个的螺丝。怼入，在固定板上紧即可。这个怎么不好上？这个怎么不好上？不行，我上那边吧。
你们录的意思一下就行。嗯。接个头上紧即可。好，好，四四就交差。